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咖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终于换新衣服啦？没错，本片由七七赞助播出。不知道他是谁的话，可以去看法医的那部影片哟。话说今天是替补抽奖的日子，那一样也会在片尾的地方公布中奖名单哦。一讲到小丑，无非就是狼神之上的存在嘛。今天就来看看我能不能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传说吧。先来假装解个通讯，顺便来看看其他人的动向。感觉客房好像都会蛮多人的，先跟着五号来这边观望一下好了。五号是法医，算算五号买饮料的时间跟法医出现的时间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大胆猜测他是法医。五号是法医。哎呦，这里有一具尸体耶！赶快用我的金马眼镜装出很慌张的样子。我看到尸体是死在阅览室的门口，我要去调那个讯号的时候，有人调好了，我就经过阅览室，就看有人死掉了。然后我是法医，地板上太多人的脚印了，有八号的脚印，还有这法医只讲了自己的脚印，然后就没了。是嘞，哈喽。我一开始去客房投饮料，有遇到一号，然后加工完食物，看到四号，我跟他一起要往上走的时候，就被你拍过来了。然后你还没说清楚那个脚印，等一下你说一下。我抓到懒的二号，我从餐厅那边往上，会遇到九号，从大厅往下，然后我去露天泳池那一道走廊遇到二号，他看起来手足无措啊，原来是刚刀完人，没有刀可以捅我啊，那就是你要死啦，二号。拜，我都有精髓哦。真不愧是你呀，一号，你这个神助攻我给满分啊，我们来个击掌，耶、yeah!哎，不是，我这里抓到两只狼，就是我在客房的时候，我在拼拼图，然后五号往上走，然后那个六号就死了，之后一号就冲过来想要对我补刀，对，是一号跟五号，他可能把六号金水刀掉了，所以他在敢跳金水、嗯，那就先跳一吧。不是的，怎么资讯量突然增大了？然后八号又说自己的脚印，然后一踩二，二又踩一，反正我被关在餐厅，我要。他去到大厅拉电线，然后我在接机厅的时候就被拍了，就一五出吧。反正我要解通讯，说我的定是要把六号杀掉，然后跳进水。开始在接机接线，然后去客房的时候解通讯，然后往餐厅那边跑。虽然是有点怪，不过我看到九号正在上来，所以九号还在餐厅。我怀疑是二跟九，可以先票二啊。所以到底要票谁？一下说二，一下说一，走去客房要下载数据，看到好像是二号、五号、八号走上去啦，我就被八号拍来了。哎，我放水，还有大家可以来看。你们听看，一五都踩我，那你们不觉得他们就是共点是双号？二四都踩我、欸，哎，你脑残。法医是有五号的脚印，法医也说有五号脚印。对，二三我还没放，没有五号。二啊，水还没放。老人出二，我有小丑被。踩的时候别傻傻的说，哦，被砍到面刀了，好吧，要我吧。这样子会直接被狼人发现，你就是那个小丑。如此一来，被票的几率就降低了。像这边一号又有泳池放水，金水摆在眼前，无论是谁都踩不动的存在，就要更极力的辩解。这样不止会被好人怀疑，连狼人也会想要干不推你啊！烦嘞，烦的不错。哦，狼在选哦，三四九，不是的，六号是谁刀的？三号啦，小猫好开心哦，玩得不错，一二互踩，玩的不错。小丑就是要表现得很奇怪，让人家怀疑，但是又不能太明显，力道又拿捏得很准，真的是个非常困难的职业啊！大家有什么小丑胜利的经验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这个一号是我的朋友，他就是那个拿着枪又不射，还喜欢无厘头踩我的那个警长。还没看过那部影片的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去看看哦。看这个一号的动向，肯定是又想抢警长啊！跟着他来客房这边看看，说不定这家伙等等又会踩我。我
就继续跟着他吧。一号，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哎，他人呢？该不会是跳地洞走了吧？又或者是被关在接机厅里面？只有一个五号在这里耶，一号怎么凭空消失了、啊？刚刚看见一尸体，然后这是怎样？所以尸体在哪里呀、啊？算了，没关系，没有讲的话我也更容易混淆视听。嘿嘿嘿嘿。开始去阅览室阅读信件，之后用自动团过去被解好，之后去接机厅，门被关了，跟五号关在一起，他在打游戏，然后往下走，九号就没事了。九号、十号这边应该都是好人，因为他们所有路线都是对的。然后二号，我刚刚跟你一起在客房解那个拼图，后来解完之后你往左走，所以尸体是在左半边诶，死在你去过的路上，请问你要怎么解释？你怎么知道尸体位置啊？九号又没讲，你通灵哦、啊？你是以我去过哪里来判断尸体在哪里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样错了吧？本末倒置了吧？我只知道五号在打游戏，没有啊？通讯也是我解的 啊，我是跟着你跑的呢，我等下要往左边跑。哎，二号，你真的很会演哎。九号是说他刚刚跟我在那吸尘器那边啊，然后其实我以为他跑会杀我，就他是跟着解吸尘器。反正九号跟我已经是好人，然后我往右边跑的时候，一号经过我，一号也没杀我。一号你变了，如果今天他是狼人，他一定杀我，所以一号应该也是好人啊。然后因为一号是从露天泳池那个方向走过来，所以一三九铁好。他是狼人，这里是漂乐咖吗？我这边工程师吧。哎呀，保险起见，就是先把乐咖漂掉啊！他太会演了，漂掉就是保险起见了。这话可能是小丑，我会去抢警长枪乐咖的。一三五九十都贴好，剩下就三七八了、啊。我一定要当乐咖，乐咖是狼，保证乐咖狼。乐七票我吗？好人们会票我吗？人们也票我吧，哎，对啦，哎呀，我发现这两场好像都是一号把我推出去的，谢谢你啊，一号。Yes。他在耍赖渣，说吧。干，还有小丑又来了，妈的！小丑又成功赢得胜利啦！各位以后拿到小丑，试着努力一下，骗过在场所有人，那你就是站在狼杀顶端的王者。尤其是 RY 的粉丝场，别拿到小丑就只想跟着他，要跟就跟我嘛。最后要来公布替补抽奖的中奖名单，幸运获奖的是。这位粉丝，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 ID， 还有想要的衣服，我就会立马送过去给你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如果知道吧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，See you next time。